咦，快瞧瞧，他是谁呢？原来是深海里最爱干净的人鱼公主爱丽丝。她正要去哪呢？爱丽丝看到前方有只被垃圾困住的小海龟。小海龟，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爱丽丝，快救救我！都是垃圾袋害我不能行动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爱丽丝听到后非常难过，她想要帮小海龟脱困。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小海龟吧！我们一起往后拉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时，小海龟终于从塑胶袋中脱困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终于自由了。但是，正当大家在庆祝的时候，海面依旧持续飘下许多垃圾，所有的海洋生物开心不了多久，又开始难过起来。我们好怀念以前那美丽的海洋啊！加油，各位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海底回到原本干净的模样吧。小朋友，为了让海里的鱼儿有个干净的家，你愿意带着你的小伙伴一起来维护海洋清洁吗？